萧正楠呢日为剧集宣传玩挑战胆量嘅 VR 虚拟游戏，现实中嘅萧正楠原来都系好大胆噶。就是自己的胆量比较大，特别是在拍戏当中呢，有时候你的角色要做一些很危险的动作，那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那以前也在澳门跳那个bungee jump， 也连续跳几次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因为你就当了自己是戏中的人物嘛，那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自己的感觉。还有一次就是在拍旅游节目在瑞士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个山上面飞那个滑翔伞，是伞吗？是三角形的，这有一个教练带着你飞啊。对，降落伞，对，那个是很，在空中你不会觉得危险，因为空中很美。可是你要从那个斜坡跑下去的时候呢，斜坡前面明明在没有路了，那个教练要跑，然后你就跑上去啊跳，那个风一刮起来了，你的整个人就上了空中了。而阿萧喺剧入边谂起失踪爸爸嘅一场喊戏，就连老婆黄翠如都好少有咁大赞啦。哎，好怕丑啦，即系之前俾人赞呢啲，唔好惯，因为其实冇乜人赞开嘅，所以唔系好听好多嘅。咁但系我嗰日场戏我播紧嘅时候，我喺马拉登紧台，咁系阿翠如 send 翻啲片我睇，咁同埋即系都 cap 翻啲白杂志啊、网民啊讲嘅嘢，咁我都觉得好欣慰，即系大家即系好中意呢场戏。咁因为始终场戏系。講父子情，咁我其實當時演嘅時候真係有將爸爸嗰啲感覺咧，即係去放翻落去。